这也走了一堆儿啊！发现了。哎，佟小姐，您这进了城到哪去选那个杜先生？大牢啊！就是当初您坐过的那个大牢。我不是怕啊，那地方我闯过。 去，我从我蛋蛋找了件衣服给你，你先穿上。谢谢你。我先去外面看看他们走没走。 胡云奎，你告诉他自我谦让，压也花了。你叫他说话必须要算数。哎，那我走了。
祖鑫，你快点走吧，外面人我已经打发走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祖鑫，答应我，你要活着。我会的。 哎，黑大哥，杨兄弟，你咋来了？这不是为了找你吗？昨天我在山上听说你事儿了，哎呀，这不就是连夜带人找你来了？那些警察是在追你啊？是，听说他们要把你的杜先生尸首拉去游街，外国把你杜先生尸首给劫下来了。外国人呢？我现在已经出城了，赶紧找他们去。 魏爷，这城门一关，可就把东家也给关在城里了。咱得进城去。你记性不好是咋？司令说过，咱们的任务是护送杜先生的遗体。那这不就把东家也给害了呀？不行，得去救他。你去！我啥时候说要自己去了，要救一大群吗？就你我这几个人，能攻下富士城？哎，那你说咋办嘛？ 在这等，那不等，你不等就跟着杜先生遗体往前走。我想走，你这也不那也不，你先走。我想让你去东家街。<笑>你想。 回去吧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是不是坐心出事了。好啊，学琴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来做甚？你不是担心杨左心出不了城吗？这次我送佛送到西天。啊，请一下赵小姐。是。 请吧，赵小姐。走，走。钥匙拿出来。没在我身上。杨兄弟，搜搜。大哥，没有。我都说了。 正面带往身上，闭着你给我钻！站住，别动！退后！现在往前上，别往前上，别开枪！退后！退后！退后！谁知道呢？杨作兴可是局长下令通缉的共党，要是在我们手里跑了。 我们怎么向局长交代？这么做的话，孙队长的命可就没了。弟兄们，我的命可捏在人家手里呢！退后，不准开枪！退后！局长来了，不准开枪！局长有令，谁不准开枪？
你这是想来威胁我，算什本事？少，威胁？让他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想让赵学勤来劝降，你做梦！这不是劝降啊，如今我不用劝降了，你和他已经写下了脱离共产党的声明。啊，那上面有你的。 签名和红红的指印，祖先，祖先，胡延奎，你别想哄我，我不会上你当的。上我的当？你来告诉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说呀，啊，脱党声明上是不是有杨作新的签名和红红的指印？ 赵学勤，到底咋回事？你做了事？杨作新，别再演戏了。你跟赵学勤两个人一起写下了脱党声明。你别想骗我！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如果现在放下枪，兴许我还能给你们一条活路；否则就让你们死在这乱枪之下。胡延奎。 杨作新交枪，除非你杀了我。都听见了，杨作新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？这可不是我为难他。好啊，既然你想一条道走到黑，那我成全你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别动！ 谁想再投一回娘胎，就给我看好了！杨兄，你开门去。大哥，你小心！我装活呢！快停！ 只敢枪撂不倒你们俩！兄弟们，给我抓活的！都别动！左少，快回来！杨先生，先杀了我吧！犯不上非他陪葬，快回来！不！可他爱你，你骂学勤，你现在替他写上了脱党声明，你在他眼里已经一文不值了！回来！我不管那么多。 要不你就让我死在他面前好了！你这么坏，别让共产党跑了！抓活的，给他打！陈连长，不要开！雪琴。 不管咋，杜先生总算是入土为安了。兄弟啊，日后你咋打算？你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赵小姐呢？ 那扶持成不能回去了。我只是想弄清楚赵学勤帮我在脱党申请书上签字，这事儿是真是假？是真的又能咋？不就是在纸片上写了个名姓吗？那能有多大的事儿啊？我明白，你还是在怨赵小姐没守住自个儿的誓。可说到底，人家是个女子。 能跟你后生比吗？大哥不知道，我就算死也不会签这个字的。
这样一来，就等于告知天下人，我杨作新是一个背叛组织、背叛誓言的败类。杨小弟，大哥我不懂你的组织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话不错，喝大哥我的姓。兄弟啊，可是话说回来了，人家赵小姐一女子敢为你舍命，冲这你就不该怨人家。行了，你听大哥的吧。兄弟，你要是不嫌弃大哥，跟我到后九天去啊，给我当一师爷。咱后九天现在势力一天比一天大，还真稀罕你这么一文化人。多谢大哥。大哥先回山吧，我还有些事要做。你看我怎么说不动你呢？那佛师城不能回去。大哥你请放心，我不回佛师城，我只是想回乌尔普办点事。行，我带人跟你一块去。就不劳烦大哥了，我只是回家看看。好，兄弟，那你就……大哥，那我先走了。多保重了。你说我这杨兄弟，他为胜就不愿意跟我去后九天呢？人家是共产党，能看上咱们这些土匪？嗯，哎，那也确实委屈他了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咱后九天要是真有这么一个识文断字的军师，成大事就不难了。司令，咱山上不是有一个现成的军师吗？你说那范教官，哼，我就真没看上他。局座，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，先歇歇吧，我替您盯着。我等他醒过来。局座一片痴情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。薛琴一旦得知，定会回心转意的。你先出去吧，不叫你先别进来。是。郎中啊，怎么样了？醒了。可以去看看了，可是千万注意，别让他受刺激。好。您出去一下，我几句话想跟齐儿说。你来做甚？伤得挺严重的，还是躺着吧。那你给我到旁边去。雪琴，别动，别动，雪琴，你这是何必啊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为什么要害杨作新？青儿，青儿，你糊涂啊！你的命是胡延宪之救下来的，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。是啊，胡延局长可都是一片好心啊。他好心，我就报答他这一片好心。胡延局长，不碍事，不碍事，今日有气就让他撒。雪琴，我晓得你恨我，我能理解。你要是还有气，尽管往我身上撒。胡延贵，
为什么要用我的手去害杨作贤？雪琴，这为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胡延奎和杨作贤不共戴天，我早晚有一天把杨作贤的头挂在富士城的城门上。雪琴，晴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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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贤侄，你这性子是不是太急了？是，这事儿我是急了些。不过雪琴这心病，不下点猛药怕是不行。哎呀，他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太猛了会要了他的命的。伯父啊，雪琴虽说是您的女儿，可您未必比我了解他。放心吧，他会回心转意的。哎呀，但愿吧。快洗吧，人手都两竿子高了。秀栋，问正什么事呢？除了耍钱，你还能什么肾啊？这赔还怪事哪里？给我，给。我不管，反正饭快凉了，你快起来吃吧。要是再给我热，我都这么一回了。那就再热一回。我去赔干什么？不就是伺候那热吗？假汉假汉，穿衣吃饭。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不赶紧找个正经营生养家糊口，天天要不然就是在床上待着，要不然就是赌钱，那天上来干嘛钱来啊？你说对，我正是思谋天上掉麻钱的法子呢。这下锅子都快没了，也没见你思谋出个甚来。哎，这次不妥啊！赵白仙说了，我今天去一定得赢钱来。我看你今天就赢不了，赢得了，不要胡说。你今天还是得输。什么输啊？说什么输啊？胡说什么？老子娶你进门之前，老子是又入又赢；娶了你进门以后，光入不赢，个丧门星！你都是你给我放的，去走开。哎，真是，老子的好运气都让你给哭走了，真是丧门星。刘瞎子，不在你被窝里搂着你新娶的婆姨，怎地跑到我这儿来了？被窝里好喝，那肚腰里更好喝嘞。我是个好耍钱的人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哎，慢点，慢点！你前几天借我那十块大洋还没还呢，什么时候还？什么时候进去？刘爷，我这不是连日的书还没翻本呢吗？要么你借我两块钱，我翻翻本啊。刘爷，再怎么咱们都姓一个刘啊！赵半仙已经说了，我已经十来月转，今天一定能赢，赢了以后我加倍还你。那是输了呢？呸呸呸！刘爷，你怎么能放我呢？你别忘了，我这可是利滚利的高利贷啊，不是黄土疙瘩，说借就借，说还就还的。这个我知道。怎么还法？我有个表哥叫车马堂啊，在富士城里开一个大窑子，那生意红火着嘞。他说了，已经派人给我送钱来了。天一黑就能到，钱到了，我连本带利一切奉还，怎么样？好。
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，我说的。哟，蝎子，又来输钱来了。呸！什么输钱？我要赢，我今天一定能赢。呸！怕是你这倒霉字儿要走一世喽。妈，星儿，妈，哎呦，星儿啊，哎呦，听说福日城闹得可凶了，我和你大呀，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就担心你呢。妈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就行啊。我妹子呢？嫁人了？嫁给白家沟的刘大旺了。我不是早让你们把人们亲事给退了吗？说的这是甚话吗？咱杨家啥时做个后悔的事儿？大，那刘蝎子不是正经人，你说的这是甚话吗？哎呀，那刘蝎子怎么不是？你别再说了，你别说了。你们你爷俩呀，一见面就吵。哎，你先回去，来来来，接我手，接我手啊！来，儿子，快来。妈，星儿，星儿啊，你大说的对着嘞。等草没了，村里人就很多闲话了。不要再因为蛾子的事儿让别人戳脊梁骨嘞。这两件事不一样。咋不一样了？不都是让我和你大丢老脸的事儿吗？这谁家的女的以后敢到咱杨家来呀？谁家的后生能到咱家来提亲呢？妈，蛾子嫁给刘蝎子那种人，他能有好日子过吗？哎呀。女的嫁了人就是人家的人了，好日子好过，歹日子歹过，就看她性命了。妈，你明知道蛾子没有好日子过，这不是让她去活受罪吗？哎呀，你是不是找刘蝎子去了啊？你，哎呦，呦，你这吵什么？让我看见，让我看见。妈，妈，你松开，让我爸听听。妈，妈，我危险，危险！想了，想了，从哪来的？想了，这是我亲手的。这可你妈想的自己，你听我跟你说。那找去。这可是惹祸的东西啊！啊，星儿，这几天城里边闹得可凶了，你是不是跟他有牵连呢？啊？妈，我跟那些事没有关系，你放心吧。啊，把钱给我。不行，儿子，我求求你了，妈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这么好教训不行啊，儿子，你求求你了，你要是放心了，你就骂着藏起来行不行？啊？不是，没捣鼓事。我听到你翻腾那个窑罐里的罐罐来。心儿不甘心蛾子嫁刘大旺，我是想看咱们家银子够不够，能把蛾子婚事给退了。你也哄我，看你的眼，有事儿来。哎，你睡吧，你干什么来？你干什么来？这是肾，这是肾。你去把心儿给我找回来。哎呀，那不是心儿的，那是心儿朋友让他藏起来的。我不管他是谁的，你去把心儿给我找回来。哎呀，心儿他已经睡下了，明天再说不行吗？那就明天早起。啊，
一下，哎呦！蝎子，你这背字啊，还得接着走。嘿，蝎子，钱呢？刘爷，今儿个暑期实在是太背了，我先回去钱，我以后一定还的。想溜？你不说你表哥天黑前派人送钱来吗？对呀，啊，兴许派来了人，他没有寻见我啊，兴许他把钱放到家里了。我呀，我回家去看看。哎呀呀呀呀！你狗日的想耍老子？老子的人在你门口蹲着呢，别说送钱的，连个鬼都没来。刘爷，你别生气，我还有一个表哥，他叫高满。哎呀，我跟你商量个买卖，如果成了，欠钱就不用还了。说破白白，我看上你婆姨了，想尝尝她的滋味。李世生，今日个借的钱不用还，还是以往借的钱都不用还？如果滋味不来的话，所有欠账一笔勾销。这话当真？当真？以往的账都免，免了，全免了。儿子，柳叶来了。来。柳叶好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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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爷是咱们村响当当的人物嘞啊。大儿子在省城里做官，二儿子在县城里开当铺，三儿子是国军的连长，那是我的贵人嘞。以往我遇到什么难处，都是刘爷出手相救啊。啊啊啊啊！你才刚过门不久啊，我把刘爷请来，大家认识一下。啊，哎，那刘爷请坐。啊，你婆姨还挺会说话的。她没有见过什么世面。哎，啊，刘爷，我去打一点酒啊，我在你炒几个菜，我们陪刘爷喝两盅。这大黑天的还有卖酒的？有卖酒，你说说两句行不行吧？我去打酒啊。哎呀，不跟我身上我没有钱呀。啊啊！拿去吧啊！哎，你看看，我是请你来喝酒，怎么好意思花你的钱呢？啊，别啰嗦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，别啰嗦了，叫叫我坐。刘爷，你自重啊，待会他一会儿回来了。他呀，他回不来，说是买酒，台阶下。你胡说！哎，他欠了我的钱，我们俩说好的，今天晚上你要好好服侍我，钱我去要了。我不信，快去找他去。你 QQQ 粉哪壶黑？刘先生，是不是你婆姨男人商量好了讹我的钱呢？这话怎么说的？啊，你看看啊，哎呀呀，啊，咬的，哎呀呀，刘烨。我去教训教训他啊！我给你出这口气。哎，你是不是想跑啊？哎呀，刘爷，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？大不了我那两口羊我抵给你。哎，慢上，有一话我得跟你说明白啊。如果说你教训不了你婆姨，所欠的账可要翻一翻呢。刘爷，
我好歹是条汉子，我还教训不了个便宜吧？啊！我这就教训教训他。你这是怎么的了？啊，刘爷呢？是刘爷，他就是个牲口。刘爷把你怎么的了？他要揍他们，你看，他们衣服也撕了。欠他钱了，他说你跟他商量好的，就让我陪他一宿，你是故意躲开他。笑话，我怎么能够把我的破衣送给他？不过刘爷这次一定生气了。我连做不是嘱咐过你，不要惹他生气了。我不惹他，他要糟蹋我，我能让他糟蹋呀？确实，明日搁下河里去洗洗舌子，你还不是跟以前一样，还能少了些什么吗？你说啥？我说是，我是说，这又不是什么脱皮掉肉、丢羊舍地的大事。你就陪他睡一上一黑夜，能怎么的？还能掉一块肉不成？你跟他是一样的人。你要干什么去？我回我娘家去，我不在这牲口窝里待了。我不准你去。你要敢出这个窑门一步，看我打折你的嘴！你要敢走，他妈的还就放了你了！好了好了好了啊！哦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其实我真的没有跟他串通啊，我去打酒了，你不是看见了啊？你刚才说的是人话吗？那不是人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我怕你觉得失了明天啊，怕你想不开，寻了多见我那是安慰你嘞啊。我刘瞎子好歹是个男人，怎么能让旁人伤害我的破衣嘞？现在说是实话，这是实话，这次是实话啊。不过，刘爷是有钱有势啊，我们得罪了他，怕是日子过不成了。要不我们惹不起来多的钱，我们跑了吧？咱们能逃哪儿去？我有个表哥，叫陈满堂，在富士城里开个大买卖，他是大财主嘞。我们去投奔他吧，你可以给他太太做佣人，我在他店里做伙计，日子过得指定比这个大要好。你说嘞？那咱什么时候去？咱们说走就得走吧，啊，走。左心叫来了，心儿他，怎的了？他窑里没人呐。是。该不会带白家沟找刘大旺去了吧？哎，咱俩快找找他去呀、啊！找他做甚啊？他要是去了，怕惹出事儿来呀。枪不在他身上，能做个甚？
刘仙子，刘仙子，这刘仙子怕带他婆姨跑了，跑了，跑了好啊，这药又递给我了，把那锁砸了。问一下，这李哪大是刘大旺的家？又一个找刘蝎子的，你是富士城里来的？敢问你是？这咱白家沟大名鼎鼎的刘爷，钱拿来吧。钱？甚钱？刘蝎子欠的赌债啊。他欠的赌债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他表哥派来送钱的吗？我不认识他什么表哥，我是来找他算账的。哦，刘蝎子又多了一个债主，不过他昨天晚上带他的婆姨怕是跑了吧？跑了？